据媒体报道，英国明星经纪人、有欧洲股神美誉的安东尼·波顿进军中国踢到铁板，今年决定二度退休，抛售三年前在香港购置的 The Mayfair 约61平豪宅。谁也没料到买主竟是58岁的东方不败林青霞，双方未透过房屋中介交易，因此无人知道内情，只知他砸下9500万元港币购入，而此屋可能是他近年来唯一用自己名字买下的物业，加上2011年老公行李送他的约23亿元台币的飞鹅山皇宫，可谓坐拥数亿万房产富婆。